时时让它慢慢可惜，看你在我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。 Hello， 我是小敏，有看到的黑轮眼吗？平常只要没有化妆的时候，我都不敢拿下我的墨镜。你可以再靠近一点啊，过来嘛，快快快快快快，好，停。今天来到立新美学来寻找黑眼圈的克星，就是他，鼎鼎大名的张光正医师。张医师呢，等等会利用 APAG 激化自体胶原白蛋白。APAG 激化自体胶原白蛋白 APAG 激化自体胶原白蛋白，因为很重要，所以我要说三次 APAG 激化自体胶原白蛋白，打在这边效果就像擦擦笔一样立马消失。而且像我这种苹果肌凹陷的人，常常看起来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会经常被误会35岁。什么？你这么笑人呢？所以这时候就是要用 APAG 激化自体胶原白蛋白才有效哦。这么笑人呢？不信的话，来看看我的术后成果吧。